心情很复杂，因为刚刚那一局真的很精彩，我们两个互跳预言家，一部分觉得很难过，因为赢不了你，但是一部分又觉得啊，果然是我师傅，真的很精彩。刚刚真的是有点难过了，就是既然是你跟我对跳，但是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6月22号《叮咚五间情》就要开始播出喽。先看一下独家。好，那个超可爱的睡衣趴，五个人公开私密内幕，独家五叮咚五间情，请看一下。全新单元《叮咚五间情》终于要在6月22号播出啦！五间情为了拍摄新片头卯足全力，除了原音兄弟特别编曲的片头音乐，小赖还设计可爱的舞蹈动作。但别看只有简单的几个八拍，在拍摄期间可是让他们吃了不少苦。除了有让伟静疯狂抽筋的舞蹈版，还有天真浪漫的睡衣版，换上睡衣的五间情是不是特别可爱呢？我们现在在拍片头睡衣的派对啦，一个那个我们的单元叮咚五间情，叮咚五间情的片头，哎呦开心啊开心啊开心，荒谬，因为这大概是跟这跟你们平常睡衣是差不多款式吗？平常没在穿睡，哎，裸睡，你呢？我也裸睡，我有穿，哦。没有啦，有穿内裤啊，那就不算裸啊。他们是连内裤都没穿啊。是啊，真的不是。对啊，他是，你是连内裤都不穿？没有穿内裤，有穿内裤。没有，我有穿内裤。没有，你有穿？没有，我有穿内裤。峰哥有穿吗？不穿，就是全裸。哦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们要突袭，我们要突袭。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塞！哎呦，他有全裸，有露鸟镜头，很多只跟鸟，对，摘明笑鱼，摘明笑鱼。我觉得就合作目前为止最享受的是小赖了，我觉得这个单元他期待很久，他上个礼拜就跟我说，哇，好期待可以大家跟他穿睡衣一起闹，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想了解小赖你的心情如何。好，你先。我要刚刚刚刚过我。好，这个单元其实很不错，我觉得大家要看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私下很多面你们不为人知的都有在这影片中呈现，就是有一些人很假，就不说是谁了，你们一定要看这影片才知道谁的真面目会让你们脱粉。大家可以期待我们的影片，因为我们都拍得很认真，对，我好期待。
喂哦，告诉你即将播出，好不好？大家期待一下，期待，超期待。在我的那一刻，对不对？哎哎哎，你那个，哎哎，对对对，发生太好笑了，太有卖波粉，太荒谬。我要怎么样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没有，我不要。你们会爱死我。究竟看完是脱粉还是圈粉？那就一定要记得准时锁定6月22号《叮咚午间情》。采访组采访报道，就是一个跳舞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体态啊，跟那个体力哦，跟年纪哦。你刚才看你跟我已经，就是是不是体力上没有那么好啊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是每天都在做运动才会这样，跟你们这种就是凡人不太一样。哎，但我必须说，其实那一天虽然这舞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我后隔天起来全身脚都是麻的，都是酸痛，因为我们单单这个东西做了至少。哇，我不容几次，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这个没有，其实它就是有点深蹲的感觉，深蹲的感觉。而且你看我们那天蹲到胡子都出来了，对，大家平均的年龄都往上升，大叔团体啊。我刚看我那个真的是水肿，然后胡子就像那个流浪汉一样。所以你真的确定不要再做了吗？我已经放弃了，因为实在是就是那个实在太痛了，这样子。我觉得很多观众也是喜欢你这样子面面的感觉。包括我在内，随性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讯息要告诉你们，就是我们叮咚午间情要办票选活动。是的，这个票选活动就是最想跟谁一起睡。我其实念错了，最想一起跟谁睡。Sorry。然后这个活动非常简单，只要每天呢从现在开始打开娱乐百分百的 APP。就呢，首先去这个一起救活动，但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最近我们的页面都改变了，大家有看到没有？没错，我们的新的睡衣模样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大家一起穿睡衣拍照，对啊，而且你看小赖他的脖子还在落枕，对，他从素食爱情落枕到现在，你看他脖子都非常的僵硬哦。那我觉得我这个衣服还有点像那个日本餐厅的师傅，会不会像？蛮像，顺便把塞，做个生鱼片什么之类的。对对，可以帮你们切生鱼片。对，那这个活动怎么参加呢？非常简单，首先你先按一起救活动，看得到吗？按了之后，然后这个叮咚午间情这个活动再点进去，然后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最想要跟谁睡呢？你们点你们最觉得最棒的人，或者觉得最好玩的人，就可以选哦。是的，那每天只能选一个。然后比如说，当然我是选陈英九，就送出。然后非常简单，到时候呢，我们会选出五位粉丝，然后送你们签名拍立得。也在这里呢，感谢大家对那个娱乐百分百 YT 的支持，现在已经破80万了，我们就迈向100万。谢谢各位乐迷们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真的。我们也会继续的推出很多优质的节目啊，然后还有像是啊，叮咚午间情也有很多东西。会跟大家分享。接着呢，我们明天会播出的是《狼人杀七六九》的下局，然后我们接下来播出 NB 是林采欣的优。谢谢收看娱乐百分百，别忘记订阅我们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也可以到 Facebook、IG 关注我们最新消息。娱乐百分百，我们下次见。